把南瓜放到空气炸锅里边，出锅就是一道减脂期非常好吃的美食。下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南瓜，把南瓜呢一分为二，再把南瓜呢我们切成片，切的片稍微薄一点，切好的南瓜我们放到一个碗中，暂时的备用。再准备一个碗，里面打入两个鸡蛋，鸡蛋碗中再加入一袋冲牛奶，然后呢我们用筷子把牛奶和鸡蛋均匀的给它搅拌在一起。牛奶和鸡蛋搅拌好以后，我们倒入到南瓜碗中，然后我们咚两下把里面的空气都给它蹲出来。空气全部蹲完以后，我们放入到空气炸锅中，最后我们放入到空气炸锅里面。温度180度，时间30分钟。直接到打开空气炸锅，哇哦，看得好香啊。这样咱们的美食就烹饪完成啦。这样做出来美食啊，软糯香甜，超好吃。如果你也在减脂期，就试试这个方法吧，超级的好吃，多吃还不胖，营养又健康。今天这个南瓜好吃的做法就分享给大家了，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